身体不太好吗？有点虚，我让厨房炖点补品给你，补补身子好吗？活了今天，没有明天，还不补，补什么呀？你干嘛说这些话呢？相反，我觉得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好日子，大难就要临头了，还有什么好日子呀？哎呀，你为什么总是说这样的话呢？老爷回来了，谁都不敢认，认了他，大家就都没命了。可是不认他，武姨太就得逞了。这武姨太得逞了，苏家能有安宁的日子吗？如今是你逃出这个陷阱，却逃不出那个陷阱，早晚得遭大难呢。福禄，难道你就没有更好的主意？怕是没有什么好主意啊。你怎么说的这么吓人呢？凤菊啊，不管怎么说，这辈子我都到你了。虽然日子不多，可是我的心里已经满足了。就算是死了，我也能闭上双眼了。呸呸呸！我不许你说这些丧气不吉利的话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谁呀？这么晚了。我已经睡了，娘，是我。林远，怎么办啊？谁看见都不行啊！娘，你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赶紧，你小心点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娘，开门啊！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明远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大半夜的，娘都睡下了。娘，出了一件大事。出了件大事儿，啊，进来吧。